杨紫、吴亦凡私翻位，多名导演发声不再合作，两人将遭到封杀。前段时间由杨紫和吴亦凡为主演的《青簪行》热度很高，大家都纷纷表示十分期待他们两个首次结合拍戏。杨紫的粉丝因为海报中的站位问题对吴亦凡展开了私翻位大战，认为杨紫应该在 C 位。而这件事发生后，杨紫曾暂停新剧的拍摄，被网友怀疑耍大牌罢工，但其实是因为杨紫生病了正在休养，但网友可不相信。于是在他谈论过后，多名导演都转发了这一观点，并且还配文争番位的演员绝不合作。看来如果两人的事情再不解决，也许还会面临封杀的危险。看来这件事真是惊动了不少人，想必对杨紫和吴亦凡的影响都是很不好的。但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他们的本意，这场番位之争从一开始就是粉丝在自导自演，现在闹到自己的爱豆面临封杀的地步，不知道他们作何感想。